连体，好吧，对。怎么了？反正他说被人骗了。我那天我也希望，一定会的，相信你。好。一会儿那个小亮，一会儿咱们走的时候，你去楼上拿一个那个纸板，给他收下。万一他让他给他寄，我给他寄过去。然后这个地址放在哪儿？啊，收。对对对，对对对。